下面我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啊，谢谢大家的聆听。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CubeFS 助力 AI 效能提升。本次分享主要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是介绍一下 CubeFS 的整体架构，以及它关键子系统的一些功能特性。第二部分是分享一下 CubeFS 在OPPO 机器学习平台的一些实践，最后对 CubeFS 的未来做一个简单的展望。CubeFS 是托管于 CSF 下的一个新一代开源云原生存储产品，它具备完备的对象和文件存储能力。目前该项目处于毕业收尾阶段，我们同事正在积极准备相关事宜。下面是我们的那个官网。CubeFS 整体架构比较简单，它主要分为这么几个部分。首先是资源管理子系统，它负责管理集群中资源的源信息，包括了节点信息、卷信息以及分区信息等。资源管理体系统它由多个节点组成，然后它们之间通过 RAF 的协议去保证元数据的强一致性以及服务的可靠性。为了对用户的资源和数据进行隔离呢，我们引入一个卷的概念。卷就是用户可以从容器中访问的这么一个文件系统。对于对象存储来说，它就是一个 bucket。卷中的数据它可以分布在副本子系统的那个数据分区上，也可以分布在鸠塞麻子系统的条带上，而对应的元数据部分则是分布在元数据子系统的元数据分区上。客户端它运行在容器中，对微商城业务提供了多种卷的访问方式，包括 POSIX、HDFS 等。我们首先看一下那个元数据子系统。元数据子系统它的设计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庞大的元数据进行拆分，然后把它均匀分布在不同的元数据节点上，来分担元数据的访问请求。CubeFS 将这个卷的元数据拆分成多个 NP， 由这个 NP 去每个 NP 负责管理一段范围的元数据。比方说这里 iNode 一，它负责管 NP 一负责管理一到一千的元数据 ，NP 二管理1001到2000，NP 三负责管理2001到1000。这里我们之所以将最后一个分区设计为正无穷，主要是为了让最后一个分区它能够支持这个动态分裂。当最后一个元数据分区所在的元数据节点达到我们预先设置的一个阈值以后呢，它会对它管理的元数据范围进行截断，拆分成两个 NP， 其中新的 NP 它会选择在集群中可用内存相对更高的节点上去创建，从而实现了那个元数据的动态扩容。整个扩容过程中它不涉及到元数据的搬迁，因此可以对上层业务无感。CubeFS 通过轮询 NP 的方式将 iNode 的创建均匀的打散到不同的 NP 上，比如说这里根母乳它会选择 NP 一起创建。NPR 那个异母乳选择 NPR， 除了这个 iNode 以外，目录信息也就是 dentry 它也会存储在 NP 中，它们都是以 B 数的方式存在于内存中，然后从而提高我们的那个访问效率。不同节点上的 NP 它通过 multi RAF 的协议去构成一个副本组，来保证这个元数据的强一致性以及服务的可用性。并且它还会通过定期快照的功能持久化到磁盘上，用于故障和恢复，同时也会对 RAF 产生的日志进行压缩。副本子系统用于数据内容管理的最小单元我们称之为 extend， 对于大文件它是存储在那个 normal extend， 而小文件它是存储在那个 tiny extend， 划分大文件和小文件的这个阈值我们是可以去设置的。大文件的文件内容拆分成多个 normal extend， 并且就分布在不同的数据节点上。normal extend 它只能存储来自一个文件的数据内容。对于小文件，它的数据内容则是通过聚合的方式存储在 tiny extend 里面。tiny extend 是在我们数据分区创建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初始化好的。它一般会64个。这样的话，当小文件的数据内容要写入的时候，就不需要再进行 tiny extend 的申请操作，直接将数据内容发给数据节点去持久化，因此写入延时更低。
CubeFS 采用的是一种场景感知的复制策略，来保证副本之间的数据的强一致性。比如对于这个顺序写，我们通常采用的是主从复制协议，然后对于随机写，我们采取的是 multi-raft 的。随着时间推移，机型中的磁盘可能会出现坏盘的情况，就是坏盘上的副本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可能会对数据的可靠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提供了一个坏盘自动迁移功能，当我们的磁盘遇到 IO 错误的时候，数据节点会将这些坏盘信息上报给资源管理子系统，由它去发起一个坏盘自动迁移任务，将这个磁盘上的副本转移到集群中其他节点的正常磁盘上，并且整个迁移过程它具备原子性，无论是数据节点重启或者网络中断，都不会影响最终迁移的正确性。除了坏盘自动迁移以外，那集群中的副本还可能存在比方说缺失 leader 或者缺少副本的情况，我们也提供了一个自愈功能，来对这种异常 DB 进行修复。鸠山麻子系统是一个高可靠高可用的一个独立建置系统，它相对于副本子系统来说存储成本更低。数据内容经过切片以后会进行在线 EC 编码，生成新的校验块和数据块，然后持久化到磁盘的 trunk 中。 trunk 是鸠山麻子系统用于数据管理的最小单元，它被设计为 append only， 从而更好地发挥这个集群磁盘的性能。鸠山麻的写入通常会摄入比较多的节点，因此容易会产生脱位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引入一个 quorum 机制，就是在满足 EC 可恢复的条件下，允许一定的写入失败。对于写入失败的这个数据块呢，我们则是通过后台异步修复，从而有效的规避了这个脱位问题。它和副本子系统一样，它也提供了数据巡检、磁盘巡检，来保证数据的高可用性。客户端它运行在容器中，它作为这个 CubeFS 的接入层，它能够同时支持多种协议，比方说 POSIX、HDF 以及标准的对象存储协议 S3， 它们之间是共享一套数据内容和元数据的，从而提高了数据的利用率。同时客户端它也提供那个元数据缓存和数据缓存，元数据通常是缓存在客户端所在节点的内存中，然后数据部分则是可以根据策略配置选择缓存在本地磁盘或者是内存里面。下面快速总结一下 CubeFS 的一些功能特性。第一个是多协议，它能够支持多种访问方式，并且共享一套业务数据。然后是双引擎，业务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将这个数据选择持久化到副本或者是鸠山麻。数据节点和元数据节点它都支持横向扩展，因此可以轻松构建 PB 或者 EB 级的存储。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全位层的这个元数据缓存，客户端也提供了这个本地缓存，因此可以获得相对不错的这个访问性能。通过租户管理来实现用户之间这个数据和资源的隔离，然后支持 CSI 插件，能够在 KBus 上快速部署。下面是第二部分，就是分享一下我们 QVS 在 OPPO 机学习平台一些实践。在这之前我想先简单分析一下，就是 AI 模型训练这么一个它的工作流程。一般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数据的存储以及预处理。AI 模型训练是离不开海量数据的持续更新，所以我们希望底层存储它能够将不同业务的数据归并到一起，然后统一进行比方说数据清洗或者这个标注等。因此这个阶段它对存储的挑战我理解是需要一个大容量可扩容并且是生态互通的。第二阶段是模型训练阶段。模型训练的话离不开GPU 资源，那 GPU 的计算成本它是非常昂贵的，因此我们希望能尽可能减少 GPU 的等待时间来提高我们的训练效率。因此这个阶段它对存储的需求是低延时和高吞吐。最后是在线推理阶段。模型经过这个归档验证以后需要快速发布在线上去产生业务价值。因为这个我们需要整个模型部署过程呢能做到秒级分发简单高效避免那个在线推理节点出现这个模型更新不一致的情况。
所以可以看到在不同的 AI 模型训练阶段，它其实对存储的需求是不同的。我们将看一下 CubeFS 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阶段，这个生态互通，就是在云原生之前，其实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它是其实属于一个信息孤岛状态。比如说大数据它通常使用的是 HDFS， 然后AI 业务通常使用的是 POS 协议更完善的这个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当 AI 业务想使用大数据业务的数据时候，它需要将数据从那个 HDFS 中导出一份。这种不同业务系统之间的拷贝其实是非常低效的。到了云原生时代呢，底层的统一存储作为所有业务数据的第一个落脚点，我们就希望这个数据能在存储上能够在不同的业务系统之间进行高效的流转。前面我有介绍过，就是 CubeFS 它支持能够支持多种协议，并且它们之间能共享同一套数据。也就是说通过 POS 协议写入的数据呢，我们可以通过 S3 协议轻松的访问，从而避免了这个不同业务系统之间的低效的数据拷贝问题。当我们通过CubeFS 的这个横向扩展特性以及多协议解决了这个海量数据的存储以及流通问题之后，那海量数据带来的这个存储成本也是业务比较关心的问题。为了帮助业务在计算性能和存储成本之间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我们提供了一个智能生命周期管理策略，将频繁使用的训练数据呢保存在存储访问性能更好的一个存储介质，然后偶尔访问或者是暂时不使用的训练数据则通过降冷的方式转移到存储成本相对更低的存储介质。我们的生命智能周期管理提供了基于目录级别的这个策略配置，比如这里目录一下的文件如果它3天之内没有访问的话，则会转移到 HDD 介质，而之前 SSD 上的副本呢则会在4天之后删除。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策略配置，CubeFS 就能根据策略中的文件进行目录配置的目录定期进行扫描，对于满足这个条件的文件呢执行降冷。这个降冷过程呢全程不需要运营人员参与，在降低了我们存储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那个人力运维成本。我们的降冷过程它是通过租约的方式进行控制的，因此这个降冷过程并不会影响上层业务对存储的日常访问。这个是我们 OPPO 自研的一个端对端的机器学习平台 StarFile 的一个架构。最上层它是应用层，就主要就是我们公司的AI 业务，比如说 AndisGPT、小布语音助手、广告推荐。下面一层是那个机器学习服务层，它提供了常用的一些机器学习服务组件，比如说这个数据准备组件，包括了数据的预处理、智能标注等。模型训练组件，包括可视化的在线算法编程环境 Notebook 以及训练任务管理组件 Task， 还有模型部署组件，提供了流畅的模型部署流程，比如模型文件的这个生命周期管理、版本控制。在下面一层是框架层，包括了我们公司常用的机器学习框架 TensorFlow、PyTorch。最底层是那个基础设施服务层，包括了KBus、Docker 以及我们的统一存储引擎 CubeFS。 其实早期我们的存储底座并不是 CubeFS， 是 Safe， 但是因为 Safe 它那个采用的是MDS， 采用的是主备模式，并且是部分缓存元数据，所以说它没办法做到很好的横向扩展以及满足 AI 训练的这个元数据依恋式访问的需求。于是在2020年我们逐步对 Safe 开始进行替换，最终经过充分论证以后，将存储底座全面替换为 Cube。 最终我们取得了如下收益。首先是可用性的提升，因为我们元数据子系统采用的是3副本的策略，相对于主备模式来说，可用性从之前的3.9提升到4.9。由于我们 QoS 的架构比较简单，同时能够支持线上扩展，所以说可以获取到更低的那个人力运维成本。
最后是元数据性能的提升，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基于全内存的这么一个元数据缓存策略，相对于部分缓存来说，我们的元数据访问延时更低更平滑，从之前的10到100毫秒降低到1毫秒以内。到了2022年，公司进入了混合云弹性算力时代。在这个阶段里面，公司私有云的 GPU 资源用于满足日常算力需求，对于突发的算力需求则通过我们机器学习平台调度公有云，通过这种方式呢来降低我们算力的使用成本。但是这种全新的方式也给底层存储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就是在私有云集群里面，我们的 GPU 资源和 CubeFS 通常是在一个集群在一个机房，所以说它们之间的延时都是0.1毫秒级别的。但是在公有云场景下，它 GPU 要去访问我们的 CubeFS 的话，即使采用网络专线这个延时也能达到2毫秒。这对AI 模型训练，特别是小文件的训练是非常不友好的。我们后面就考虑采取这个另外一个弹性算力就是那个存储成本相对因为数据需要持久化，所以说相对于算力来说，它其实是更难弹性化的。我们也考虑过将数据搬迁到公有云，但是这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抛开高昂的那个迁移成本不谈，这个公有云和私有云的训练都会产生新的数据，这两部分数据的一致性是没法保证的。另外就是我们的数据上云以后，这个数据的安全隐私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后来我们决定采用了一个本地缓存加速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之前，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一个 AI 模型训练它主要包含哪些步骤。一个 AI 模型训练它会经过多轮迭代，每轮迭代我们称之为一个 epoch。那每个 epoch 它会执行如下的训练操作。第一个是 shuffle， 就是将训练集进行打散。打散以后，我们数据会进行分批训练，每一批数据我们称之为一个 batch。那由于这个模型训练过程通常会持续数小时甚至数个月，这期间有可能这个训练节点会产生故障，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故障恢复机制，能够将训练状态恢复到一个时间相近的一个节点。这种定期保存训练状态的操作我们称之为 checkpoint。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shuffle 以及这个训练数据读取还有 checkpoint 的写入，它都是跟存储相关的。如果我们能够将这部分操作的这个耗时尽可能缩短，那就可以有效的减少GPU 的空闲等待时间，提高整体的训练效率。并且整个模型还具备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对同一批数据反复的进行打散然后分批读取，无论是在多级训练还是单级训练都具备这种特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将数据内容和元数据缓存到计算节点本地的话，那么就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数据的访问效率。前面有提到过客户端它支持这个元数据的缓存，它其中缓存的刚好就是我们 shuffle 操作所需要的DNG 信息以及训练数据读取所需要的 inode 信息。至于数据内容部分呢，则可以通过一级缓存将这个训练数据提前缓存到计算节点所在的空闲磁盘上。除了第一轮 epoch 它可能会需要从这个私有云机房的这个 CubeFS 读取到这个本地磁盘，那之后的每轮 epoch 它都可以成功命中本地缓存，减少了跨机房传输的延时。采用了一级缓存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模型的训练效率都有不同幅度的提升。即使是在私有云，我们开启了一级缓存之后，都有12%到27%的提升。大多数的 AI 模型框架其实都存在一个 data load 模块，它可以尽可能的让训练数据的读取以及模型训练并行，从而提高训练效率。
比方说当 GPU 忙于一个 batch 的计算的时候，这个时候 CPU 其实是空闲的，那么它就可以去提前读取下一个 batch 或者是多个 batch 的训练数据。PyTorch 里面这个 data loader 它除了对训练数据进行打散以及分批读取之外，它还会通过多线程去提前加载下一个 batch 的训练数据。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 data loader 中去提前获取到这个训练数据列表并且提前加载的本地，那就可以有效的解决我们一级缓存中首轮一 poach 它没有办法命中本地缓存的问题。针对 PyTorch 含量小文件的这个训练场景，我们提供了一个 CubeTorch 框架CubeTorch 插件。这个插件它主要是对我们这个 PyTorch 的 data loader 进行重定向，重定向之后它会将训练数据列表发送给客户端，然后客户端提供的一个批量下载接口将这个数据加载到本地。这个自定义的这个批量下载过程，它相对于原生的 data loader 由于绕过了内核，因此访问效率更高，所以最终通过这个 CubeTorch 插件，我们能获取到和读取本地 NVMe 一样的那个小文件的训练速度访问速度。到了 AI 大模型训练场景中，由于这个训练模型还有参数都呈爆炸性增长，因此单靠我们单个 CPU 的这个磁盘，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承载TB 或者 PB 级的模型训练的，因此我们就需要一个吞吐能力更强容量更大并且能被多个 GPU 节点共享的这么一个缓存策略，来提高我们的训练数据访问效率。客户端通过将文件所在的卷iNode 以及偏移信息通过一个一致性哈希算法会计算出一个 slot 值，这个值对应哈希环上的一个flash group， 这 flash group 其实就是由缓存节点cache node 组成的一个缓存副本组。这个缓存副本组的 cache node 数目，它可以通过业务指定分布在不同的那个区域中构成一个弹性缓存副本组。当我们客户端去读取训练数据的时候它会对这个 cache node 进行网络延时分析选择一个网络延时较低的 cache node 去读取缓存数据。我们的分布式缓存它是支持动态扩展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增加flash group 来提高这个分布式缓存的吞吐能力。但是对于热点数据来说单纯的添加这个flash group 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热点数据的访问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分布式缓存的这个弹性副本能力去增加热点数据的副本数，由这些副本去均摊这个热点数据的访问压力。当然它也可以分布式缓存也可以和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级缓存构成一个多级缓存，来进一步提高这个缓存数据的读能力。Checkpoint 它其实是一个对磁盘友好的一个大文件顺序学过程。为了进一步提高它的这个写入效率，我们在客户端和数据节点之间增加了一个RDMA 的传输方式。当客户端和数据节点建立 RDMA 连接的时候，会申请一个用于缓存带发送数据的这么一个环形缓存区 set buff， 以及一个用于缓存带发送带接收数据的这个环形缓存区 receive buff。客户端将要持久化的这个数据拷贝到我们的 send buff 中，再通过 RDMA 的一个 write 方法将它高效的写到 receive buff 中，然后通过这个操作完成机制通知数据节点完成数据的持久化。最后收发双方的这个环形缓存区会同步数据游标来释放这部分空间。相对于传统的网络传输来说RDMA 它可以高效的直接将数据写入到对的内存中，绕过了内核以及协议层之间的拷贝因此那个写入延时更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模型的分发
AI 模型 AI 训练产生的模型经过压缩打包以后会持久化到镜像仓库中。当推理节点需要进行模型部署更新的时候则会将模型文件拉取到本地，然后进行解压以及数据校验。这是一个典型的模型部署更新流程。这个部署更新流程它涉及的这个在线推理节点比较多存在多个节点并发同步更新，因此瞬时会产生比较大的读 IO， 很容易将底层的镜像仓库带宽打满从而可能出现这个推理节点模型更新不一致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分布式缓存来解决。首先利用 CubeFS 的这个预热能力我们可以将这个待更新的模型文件在部署开始之前呢推送到这个分布式缓存中离推理节点相对更近的这个缓存节点 catch node 当部署启动的时候我们的在线推理节点就可以利用这个分布式缓存的这个区域感知能力就近去读取我们的缓存数据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分布式缓存的这个弹性副本能力去增加我们模型的副本数，来进一步提高模型文件的读吞储能力实现模型的快速分发在未来我们也会推出内核客户端 GDS 然后和 RDMA 一起去优化我们整一个 CubeFS 的这个读写链路提高他们数据吞吐能力最后对社区做个推广，就是目前除了 OPPO 以外，还有在网易、京东、Bingo 他们各自的业务场景中都有使用 CubeFS然后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社区一起构建CubeFS 然后帮助 CubeFS 成长谢谢大家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你好我们做的优化是指在数据端落盘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我前面有提到过它是通过聚合的方式存储在这 tiny extend 的就是我们的 tiny extend 的是提前创建好的就是在数据分区初始化的时候就创建好了一系列的 tiny extend 的那数据内容发送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减少了一次相对于这个大文件来说我不需要再进行这个 extend 申请操作就减少了这次交互直接将这个数据写入一个可用的这个 tiny extend 中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了那个小文件的写入效率在客户端这一侧暂时没有做优化我存在某一个那个对象存储，比如说云端对象存储里面，它其实是会改变那个文件存储的方式吗？还是说它是没有影响的？没有影响，它只是说减少一次跟数据节点的交互而已，它不会改变它存储方式。只是读的时候，就比如只是读写的时候，对的那个文件的处理的方式有变化是吗？没有变化，也没有。对。它只是通过减少一次交互次数，比方说我一个大文件的写入，它可能会先要找到一个 DP 去做一个申请数据块的这么一个操作，然后再把数据发送给数据节点进行持久化。对于小文件来说，因为我这个数据块它已经提前申请好了，所以它把数据发给电脑做持久化的时候，它只要去选择一个可用的空间可用的这个 tiny extend 直接进行持久化就 OK 了，就少了一次数据交互。所以说对于小文件来说它的写入效率更高，我们是在这方面做了优化对，在客户端这一侧你刚刚有提到的什么内核切换这一块没有做优化明白。那就是有我想知道对一些写操作比如说像随机写这种，就是因为我刚听您也提到那个缓存相关的一些能力，就是如果我们在比如说启用缓存的时候还能支持完整的一个写的那个 process 操作吗？可以。
那它是怎么保持这个一致性的那个问题呢？一致性有通过两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最简单的就是 TTL 嘛，比方说生成周期过期，对吧？然后对于我们已经进入一级缓存的数据，我们会维护一个列表，就比方说我知道哪些 iNode 它是进行了原数据缓存的，那我们会开启一个后台异步线程，会去定期的拉取它的原数据，去判断它的这个EK 列表是否发生了更新。就是每当我们这个原数据有发生更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标志，比方说一个 generation 这种标志在原数据里面，我会知道它的那个数据内容是否发生变化。那如果我发现这个从原数据节点那边最新拉取的原数据和本地缓存原数据它这个 generation 是发生不一致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数据内容是发生了变化，那我会进行一个主动失效，从而这个对这个原数据缓存内容进行淘汰。那之后的话，它再读取数据的时候，就会相当于是重新从去拉取一份新的数据再进行缓存。对，就是有通过主动失效和被动两种方式来保证一致性的。还有没有问题？那我不太了解之前不太了解这个 CubeFS 我们现在其实在用 Luster 然后做 training 做相当于图像或者 video 的这些非常高 throughput 的，所以我想在这个层面上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就是说跟这种传统 HPC 就是要求高 throughput 这种file system。 可以，就是但是目前就是因为前期的话没有做这些调研，你可以在我们社区提个issue，我们有资源人力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就是跟比较热门的一些存储产品进行一些对比。目前的话之前只有一个跟 SIF 的一个对比在我们官网上，只有相关的数据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实际的业务场景中大概做的是什么样数据的 training， 然后是一个什么规模呢？目前的话主要是一些各个场景都有，比方说我们的广告推荐图片这些语音这些都有训练主要是一些图片文件目前的话我们数据量应该都有我想想应该几十 P 吧，差不多这个规模。然后我们的 AI 训练集群的话文件个数能达到几十亿。对，好，谢谢。想请问就是之前稍早你提到说就是原本是使用那个 CFFS 吗？原本是用 CF 吗？对。那想请问是大概是到多大的容量的时候开始遇到一些瓶颈，所以才考虑使用 CubeFS？ 这个的话因为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开始替换了，可能不太好回答你。你可以加入我们群里，我可以找同事问一下。我理解主要就是至少现在的规模肯定是承载不了的。谢谢。没事。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您提到的那个Cache Node 这一层它是组成了一个比方说我有100个节点，你是会在这个100个节点的本地内存组成一个内存池吗？你说分布式缓存吗？对。我们目前的话这个是单独的一个节点，它不是在计算节点做的。我们本地就是计算节点所在的磁盘，它没有构成这个分布式缓存，我们还没做。现在做的话是单独通过添加一个数据节点，一些数据节点，其实组成一个那个分布式缓存。其实这个我看在那个像金斗啊，还有像其他的，它会跟计算节点的把计算节点的这个内存用起来嘛。特别是比方说在 AI 训练的这个场景下，其实内存的空闲率是比较高的。对。那么还有一个点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cache node 的这个使用用户感知吗？用户不感知。或者这么问这个问题，你的 CubeFS 是相当于是一个
以一个挂卷的一个形式挂载到用户的这个计算节点上、嗯、对用户的那个容器里面的对不 对、嗯、那用户在使用的时候是当做一个文件系统来使用对不对对的那他在去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像在使用本地的这个文件系统一样做一些这个读写嘛是吧嗯对那你的这个cache node 如果要加入其中使用户做到一些加速而不是走你的 NFS 协议或什么样的协议访问到你远端的那个 CubeFS 上那它肯定是需要有一些用户的一些特殊的调用的操作这个是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说清楚就是说这块需不需要用户调一些特殊的接口、或者你提供的一些 SDK 的能力是提供一些能力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工具去动态的添加这个这个缓存荒的这个节点但是节点它是对资源管理子系统 可知的就是前面有介绍就是资源管理子系统它是负责管理所有集群资源包括这个缓存节点资源那我们去通过动态添加节点这个资源是给资源管理系统感知的然后它会通过定期下发这个节点信息的那种方式下发到客户端然后客户端它会去保存保存在一个缓存里面就是当前我有哪些缓存节点可用它每个 flash group 它负责管理哪一个区间的这所有值所以说对业务来说不感知但客户端它可以通过资源管理子系统来获取到这些缓存节点的信息所以用户是通过你的 CubeFS 的 SDK 来去做文件系统的操作的是吧对对对我了解到有一种它是分布式的文件系统是这样子的它其实是通过共享内存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它会在节点上布一些整个计算节点布一个 dim set 然后呢这个 dim set 会把这个计算节点的空闲的内存拉成一个内存池然后呢这个时候用户的这个访问它从它的容器内的访问如果说你的那个内存块就是在本节点的那个内存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它直接走共享内存的方式就可以访问了这种呢效率是最高的对不对因为相当于我只是一个免拷贝的一次操作嘛是吧那咱们 CubeFS 后面会往这个方向去演进吗可以这个提很好我们是准备做准备把一级缓存也做成一个分布式缓存这后面的话会是有计划往这方演进的所以从一个一个多层的一个来看就是你们有持久化的一层对也有那个缓存的一层等等就是说是就是总之是在 AI 的场景下会做到非常多的这个加速是吧对对对 OK 好谢谢谢谢还有伙伴有没有问题一起探讨一下好没有那就感谢大家谢谢。